仲有個咧就廖合佑，就嗰陣時咧就好多人，因為國內已經俾佢哋佔領咗啦，就好多人咧走啲棉紗翻去織布嘅。咁啊，廖合佑咧趁個機會咧就去九龍咧收集埋啲棉紗，一捆捆捆捆嘅，就由九龍咧。嗰陣時火車就好少啫，一日得兩班車嘅啫，就買通嗰個揸火車嗰、那個，就去到九龍喺即係和合石對面咧，就掹細啲，就將啲棉紗咧卸卡落嚟，即係拱落地下嚟，就揾啲挑夫咧、啲擔人咧、擔棉紗人咧，就同佢擔走嘅。咁啊，結果邊啲漢奸咧知道，就報俾日本一聽，咁咪不如槍殺咗。